到篮球在中国，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姚明了。姚明在中国篮坛的成就确实让人敬佩，为中国篮球事业做出的贡献也是值得让人尊重的。当然，对于姚明，很多的人最熟悉的就是他那2米26的身高。都说基因会遗传，篮球天赋也不例外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姚明那8岁的女儿姚继蕾。职业生涯堪称辉煌的姚明，感情生活却并不是很顺利。在姚明17岁那年，对同为篮球运动员的叶莉一见钟情，之后对叶莉表白还被拒绝了，感情之路可以说是非常坎坷。不过有些缘分就是注定的，最终姚明跟叶莉还是走到了一起。2007年，姚明跟叶莉举办了婚礼，而两人的女儿姚继蕾也在2010年出生了。要知道，叶莉的身高也达到了1米9，一个2米26，一个1米9，这样的夫妻组合，女儿身高自然也不在话下。这不，如今才8岁的姚继蕾身高就达到了1米6，这可是一个普通成年人的身高。既然基因遗传这么强大，那么姚继蕾的篮球天赋是否也遗传了父母呢？这个还真不好说。不过之前姚继蕾也有在球场上玩起篮球，看这架势可以说一点也不逊色。当然，作为姚明的女儿，姚继蕾的国籍问题更是球迷关心的重点。毕竟这意味着姚继蕾如果走上篮球道路，未来代表哪个国家出战。因为出生于美国，所以姚继蕾的国籍目前为美国国籍。至于未来是什么国籍，姚明表示等到女儿18岁成年后会让她自己做选择。